some flowers. And then sorry, Zhang, say no shape in the yala. Sophie even sweet freshly, Lenson say the moon in the bow in that town. No shamu danger, Josie Mushishi, and then we get Lenson is a body. Ah, we in the away. And then so yaki we be, we get Lenson is able. Then we get moon in, Sophie even sweet fresh.听清啊，你说这是你爸做的？嗯。确信吗？不确信。为什么？你看，这只木叶盏做的普普通通的，你怎么能确信是你爸爸做的呢？因为我爸爸是不会拿别人做的来充作自己的，这是做盏人的尊严。
你爸爸的确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可当时您不是说这不是王静老师做的吗？没错，我当时说了假话。青青，这只木叶盏千真万确，是你父亲的作品，因为我见过他。到时候啊，他们一定会来找你鉴定。 这只盏是不是我做的？青青这孩子，他从来都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他因为一直不会做剑盏，不能继承我的事业而心痛。我根本不在乎他会不会做盏，能不能继承我的事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他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活出真正的自我。我明白了，这。 的确是爸爸最好的作品。好了，事情我都告诉你了。这两年啊，我让这些话别坏了。<笑>徐叔叔，谢谢您，您辛苦了。嘿嘿，你不要说这些见外的话了。我跟你爸爸是最好的朋友，为了他，别说憋两年了。 半辈子我也乐意啊！为了你爸爸这份心意，说这个谎值。谢谢你们，那我就先回去了。路上小心点。 我去把杯子洗一下。 我先走了，你们。哎，你别着急走啊！你看，还没给我介绍您的小伙伴呢，这不就是那个你整天嘟囔着的正义感爆棚的小律师吗？那位就是你不让我说是你搭档的无敌开锁匠，对吧？啊，教授，哎，你别拉我，我还没参观呢。教授，我有事儿，我们先走吧。你心里有鬼啊？不是，你没鬼，你脸红什么呀？ All is found away. 你觉得刚刚徐教授说的话有道理吗？哪句话？ 如果谎言有解药的话，应该就是其中的善意。虽然徐教授说了谎，但对于王青来说，会变得更好。徐律师。 怎么了，小王？要不要跟我去喝杯咖啡？好啊，谢谢。徐律师，我今天是来给你道别的，我已经递交了辞职信，明年起我就不去上班了。你要辞职？我决定了。 我想回家将大量的建展资料还有爸爸的建展笔记收集起来，然后按照一定的体系编撰整理，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建展和了解建展文化。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很期待能看到你撰写的建展书籍。哎。
我现在只是开始整理这些文字，最后能不能成书，这还不一定。但至少你已经找到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找到人生的方向了，这本来就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我觉得呀，建盏真的是件非常有魅力的艺术品，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领会到它的魅力。而且爸爸作为一代建盏大师，如果没有人把他的故事写下来，那太可惜了。发扬建盏文化，然后将老爸的作品还有故事让更多的人知晓，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王青，你整个人看起来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容光焕发了。隋律师，你呀，善良正义，能看懂人心，口才又好，你呀一定可以成为非常非常优秀的律师的。谢谢你，希望我们都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更好的自己。嗯，来。厨房，你知道吗？王青今天辞职了，他决定专心去做整理和撰写建盏文化的工作。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整个人的状态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都好替他开心。确实是一件好事，慢慢来，都会好起来的。走吧。走。摸索的过程虽然很难，但只要一直坚持努力，总能看到希望的。我记得我刚来律所的时候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当时觉得实习期好长好长，好像熬不到头一样。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啊，虽然也有过对自己的怀疑，不过我真的越来越喜欢律师这个职业了。今天苏律师上庭，我还去旁听了，想到不久我实习期就能结束，等我成为一名正式的律师，就也有机会可以上庭，像苏律师那样和对方唇枪舌战的对峙，为我的当事人维护权益。这种感觉光是想想都觉得好热血。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为之努力，本来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们都是幸运的人。真希望 Robin 也能听到你跟他说这句话。能遇到一个相知的朋友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我们都是奔跑着往前的人，我、你、 Robin 还有小安，我们都是一类人，我们骨子里都有着眷恋，即使面对着再多的冲击，再多的愤懑，你的心始终无法像一块硬邦邦的石头。你就是这样的人。走吧。都精神点。叫人呢。走。姐姐，你这是干什么？嫁给我。嫁给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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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他。不好。琪琪，你只是失忆了，你很爱我，我们以前很相爱的，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记下来，只是我等不及了。就算你记不起来也不要紧，我只想你做我的新娘。我只是失忆了，但是我对一个人的想法是不会变的。你起来吧，别白费功夫了。别这样啊，琪琪，我知道好多事情你还没想明白，但是你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好好照顾你。我想得很清楚，我不爱你。
不，琪琪，你爱的是我呀。我爱的人是 Robbie。那你这刚出来，后边你是有什么打算吗？有些计划，我认为还是要尽早实施比较好。如果你需要帮忙，你尽管开口，千万别客气。哎，老金，我出来之后都是你帮着我，挺不好意思的。行，一点钱而已。我真的应该好好谢谢你，当年在里边不是你照顾着我，能有我今天坐在这儿吗？啊！哎，等你计划完成了，想为将来做些打算，你就来我这儿，我随时欢迎你。好，来，喝茶。哎，过去的事儿啊。不敢想，也不敢提。老金，等会儿，这儿呢。坐下，喝茶。不喝了，没心情。我介绍一下，程文，我的合作伙伴。你好，我是顾南。啊，你好！哎呀，坐下说。怎么了，把你气成这个样子？没关系，自己人，说吧。琪琪跟他爸说，要跟我解除婚约。意料之中的事嘛。他回来以后一直对你这么不冷不热的，你还真以为他要跟你结婚呢？不是。关键是，他不光要跟我解除婚约，他还说他有想嫁的人了。谁呀？就是我老跟你提那个什么都能鉴定的鉴定师 Robin。Robin， 这小子天天缠着琪琪，琪琪跟着了魔似的，我就纳闷了。你说他一破鉴定师，他能好到哪儿啊？你不能怪别人。你自己的未婚妻你都搞不定，哎，我就不明白了，一个女人她能有多难搞啊？实在不行你就硬上嘛。那不行，琪琪我是了解的，来硬的不行。你是肯定不行，又不是没硬上过，结果不但不成，还把人给打伤了。哎，琪琪受伤那个事儿，真相他爸爸知道了吗？还不知道呢。多亏你将我那些话给瞒过去了，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啊！你一定要在他爸爸知道真相前，把你跟琪琪之间的关系搞定。嗯，这我知道，所以我今天来不就是让您给我出个主意吗？我能出什么主意？这是你的事，我只能提醒你啊。时间不多了，当时你可跟我说。过完年你就搞定这件事，你看现在，要再这样下去，我只能找别人合作了。别呀，老金，我的诚心你也是看得到的，我是满满的诚心跟你合作。我知道，我也是满满诚意跟你合作，但是在商言商，时间紧迫，你这样，你让我也很为难啊。这样，老金。我既然收了你的定金，我就在最后期限之前一定把事情办成。你别跟我说一定办成，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办成。我插句话，你那个未婚妻的心上人叫Robin， 对，你了解他吗？就是一破鉴定师，没什么特别的。
那这事儿啊，得让你的未婚妻先死心才行啊。啊，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啊，反正你不是生气吗？你可以先找一个办法把他抓起来，打一顿，解解气，这是其一。如果顺手呢，就给他解决掉了，两全其美也挺好。老秦，我就想这样，你觉得吗？来，啊，顾先生，谢谢。喂，有个客户让我上门鉴定，我过去一趟，应该不会用太久。嗯，那待会儿见。我也想你。好了，挂了。金先生，这些都需要鉴定吗？骆先生，你还记得我吗？金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容易过敏，车里空气可能不太流通，我出去透透气，回来再继续。等一下，我听小韩说，你现在是一个自由鉴定师。能接到活吗？能。那也不稳定啊，挣不到几个钱吧？够用。你看，我呀，经常买很多的艺术品，买的一多呢，难免就有看走眼的时候，所以我需要有一个人替我把把关。我看你在鉴定这方面是又专业又全面，你要不要考虑来我这儿做我的专属鉴定师啊？金先生，谢谢您的赏识，不过我很满意我自己的现状，暂时还没有换工作的打算。别急，别急着拒绝我，我请你做我的专属鉴定师肯定不会亏待你，每个月50000块的固定月薪，每一笔鉴定费还要单算，怎么样？金先生，我水平不高，担不起您这样的后担。再说，我一个人散漫惯了，
当个自由鉴定师挺好的。老子花千骨也是看得起你，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挑三拣四？我看上的东西很少有得不到的。金先生，三有话好好说。好好说你听吗？没机会了。喂，你在哪？我在律所啊，怎么了？啊，没事儿。今天要是外出的话，注意安全。好。你怎么了？我没什么事儿，就是问问你，不太放心。放心吧，我会注意安全的。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苏律师跟我说下个月可以带我一起上庭，而且这次可以让我来。很好啊，那你好好准备。我当然会好好准备，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我们晚上见了。晚上见。拜拜。我是君浩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随意，我想问一下，金先生在吗？在的。是这样的，我有些事情想要咨询一下金先生，不知道他是否方便。随律师，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来我们这里一趟，大家一起当面面对清楚。好。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啊？玩这套。早就跟你说过，让你离他远一点。
还非得搞这么一出情深意浓的戏码。对，有一个成语叫门当户对，就是说给你这种人听的。你不是一类人，就别往一块硬凑啊。成文，哟，听着我声音了啊？方琦呢？方琦，你少跟我提方琦，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方琦？都是因为你，要不然方琦早就乖乖跟我结婚了。啊？你知道不知道，我求婚那天被你们两个弄得丢尽了脸，啊？就是因为你，方琦跟我说什么？他爱的人是什么你啊？他懂什么叫爱吗？懂什么叫爱吗？懂什么叫爱吗？哎，对，我真的现在应该让方琦看看你现在这个德行。哎，不过你不用担心，我没有这么蠢，他要是真看见了，他也不会嫁给我了。方琦那个卑鄙，简直难搞得很。你给我把嘴巴放干净一点。不服气啊？啊？不服气啊？啊？那你打我呀？啊？你打我呀？怎么弄成这样？你怎么才来呀？这货要杀了我！下了药还能撑这么久，这也是个硬茬。这要杀我，那怪谁啊？怪你自己呀、啊！你自己都搞不定你自己的女朋友，赶紧的，赶紧的，该干嘛干嘛去啊！现在怎么办？那还能怎么办啊？人我都给你绑在这儿了，你按计划进行啊！要是那个线路再弄不来，我可找别人合作了。好，你等我，老秦，你等我，我这就去。你相信我，相信我。打完了，等我，够了，去吧。想不到又见面了。冤家路窄，是你自己非要卖假货，我一个鉴定师是不能说假话的。也不要说废话，风水轮流转，现在你在我手里了。你想干嘛？上次被你那个搭档打的我很没有面子，我要还回来。可你同伙
是已经打回来了吗？他打是他的，我打才是我的。谁让你得罪的人多呢？这就叫冤有仇。冤有仇！你到底想干嘛？别怕，我不打你了，这事过去了，我们谈谈合作。嗯，你也跟着我，你也看见我那些东西了，我那东西好多都不是真的。你知道不是真的？当然知道，买的时候就明说。那你为什么要买？这你比我清楚啊，真的假的，真货不一定就卖个高价，假货未必就卖的便宜，真还是假谁说了算？鉴定师啊。你跟着我干，我不但不打你，我还能保护着你。你想倒腾？嗯，最挣钱的法子就是真货假货掺着卖，你只要跟着我干，一起垄断整个城市，好处少不了你的。什么好处？我给你，你干嘛呢你啊？别费事挣扎了啊！我换了个新的，你根本就弄不开。咱俩看啊，每一单生意我给你提成10%。10%？10%可吸引不了我。你知道我行情，我随便说一句，不知道多少人能被我忽悠。这笔买卖不合算。那你要多少？50%。你狂吗？你需要的是一个推手，一个代言人，因为你怕被他发现，害怕被季修一知道，你在倒腾赝品，你在胡乱用他的钱买东西，然后再自己乔装卖出去。你是怎么知道的？什么我怎么知道？我就是知道。你以为鉴定师的脑子和眼睛和一般人一样吗？这样，每单生意我给你30%。50%。35%。50%。你不要得寸进尺，我给你1分钱都是赏你的。你。我不打你，我知道你是不会和我上同一条船的啊。好，那我就让你跟我一起下地狱。75万，75万一次，75万2次。恭喜这位先生以75万的价格拍下这件田黄三链章。接下来我们介绍今天的第9件藏品，也是今天的倒数第2件藏品，北宋钧瓷碗。这件藏品器身是天蓝釉，且有茄皮紫斑，底足留有拉坯痕，厚重粗砂胎，器物下半部分及平底无用，
结合釉面棕眼及开片特征，正式北宋钧窑瓷器。有了解钧窑的朋友们都知道，钧窑是在柴窑和鲁山花瓷的风格基础上综合而成的一种特殊的风格，无论是成色和各种纹理的表现，都做到了窑变可控、随心所欲的表现技术，至今无人能仿造。特别是北宋官窖钧瓷，规整对称，高雅大气，宫廷气势一丝不苟，其势沉重古朴，明亮而深沉，是北宋瓷艺的最高工艺水平的体现。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坊间一直用这样的话来盛赞钧瓷。这批钧瓷工艺早已失传，窑址也随冰冻积水而下沉，所以更加可见钧窑瓷器的珍贵。这件北宋钧窑天蓝釉面紫斑碗，底价100万，竞拍开始，请出价。150万。150万，这位先生出价150万，有没有比150万更高的？200万。两百万，这位小姐出价200万。陆先生，你闲着也是闲着，跟我来这儿就对了。之前帮过我不少忙，咱们两个礼尚往来。200万一次，200万两次，300万，300万。还有没有更高的？350万。400万。400万，这位女士出价400万，有没有比400万更高的？400万一次，400万两次，400万。600万。600万，这人懂行吗？这位先生出价600万，有没有比600万更高的？600万一次。600万两次，恭喜这位先生以600万的价格拍下这件北宋钧窑碗。恕我冒昧，请问一下这位先生，您以如此的高价拍下这件藏品，想必您一定是对这件藏品有独特的见解，可以请您与在座的各位分享一下。我有钱，我乐意。有钱难买，我乐意吗？金先生，感恩啊！好了，接下来我们介绍今天的最后一件藏品——东里先生的雕塑作品《唯一》。不知
心跳砰砰。没关系，夜晚别唉声叹气，太阳升起会是晴空万里无疑。深呼吸，银河系无边无际，星星之间如此遥不可及。